御寒神器。小勺夸不利索呢，大勺还伸不进去。你给我拿个大勺接着。吃这玩意儿是个技术活，这小勺吃的，哎呀。这一块大果冻，还是大口吃过瘾。开饭，家人们。今天吃个牛骨髓，上头神器。看看家人们，太上头了。我们内蒙古牛肉好，羊也好，牛骨髓更好。看看家人们，给我老公留俩，看我老公能不能吃。牛骨髓，哇塞，哇，超级多！哎呀妈呀！这口给我整上头了。
咬不动，不耽搁时间，咬这个骨头嚼不动。偷偷告诉你们，我上头了。拌蒜，解解腻。你看这个骨头，有姐妹说，我一次性之前吃太少了，这次吃多一点，给我整懵了。哎呦，今天我这上面放了我们这里四川特色的香辣料，特别香。欺负人吗？这不是。哎，里面又有骨头了。姐妹们，又长骨头了，最近咋买的都是这样色的嘞？算了算了，
牛骨髓，长时间没吃的。哎呀妈，烫！哎我，太香了，哈喽老铁们，我估计这是我家厨子给做的假的牛骨髓。哎呀，这里边应该是虾滑，这么大啊，你看了吗老铁，咋瞅咋不像骨髓，应该是虾滑。嗯，是啊，是吧，是吧，不像真的。哎呀，啊，真香。哎呀，嗯，它占用骨髓的味儿了，是吧？还行，行，吃出来吃不出来骨髓的味儿，但是不有骨髓的味儿，但是不是骨髓。再来一个，再加往这儿，你不是你来我来啥呀，你大爷一半吧，一半是吗，好吧。我勺子勺子边不是说一人一半吗，谁让你那慢啊，你去找吧。牛骨髓，好，太烫
咬不来。看这大块儿，来一个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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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，哎呦，嗯，还得是这玩意儿啊，香。什么叫满嘴流油？像小草似的，滋一下就出来了。嗯，还哎，脱模。昨天我说我吃这玩意儿是假的，哎，下面这油花，咱不要看不看啊？哎呦，嗯，哎呀，还行，这回这大爷煮熟了。大爷那挺胖啊，煮了我一小时。你别说，这玩意儿是有点像那个鸡蛋糕哈。哎呀，想吃不？给你来一口。不吃啊，不吃我吃啊。哦。上头神器牛骨髓，第一次吃，尝一下。